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个变形金刚的开箱以及它的来龙去脉。这是一个威震天 MP36。 为什么说它的来龙去脉呢？因为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个了。我感觉我的遭遇比较个别，所以说和各位分享一下。我是在年前买的，从闲鱼上，价格不到600。B 站上还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上，它的价格呢应该是在1000多块钱。后来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下，大概是2017年吧，它应该是2017年出的，那个时候的价格听说被炒到了1600。那么现在这个500多，不到60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正版呢？我从互联网上来看，或者是我自己来评估，我感觉它应该是个正版。最常见的是三种威震天 MP36， 一个是 KO 版，还有一个什么版忘记了，反正这三个版样子不太一样，其中 KO 版和它很像。我对比过它和 KO 版不同的地方，它和正版是一模一样的，另外正版里边有的问题它全有，包括它的做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，挺粗糙的。另外呢，我也没有变形，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枪，听他们说变形之后会有掉漆现象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这个人的外形。这个是在过年前还能发快递的最后那一两天我下的单，因为那时候也问过很多家了，感觉这家还不错，具体我就不说名字了。当时他发的是百事汇通，发到了蜂巢。我取到件一看，这个箱子呢包装还可以，但是这8个角都圆了。回到家拆开一看，它里边的塑料板都碎了，很多地方都碎了。然后这个威震天的外形有很多小的划痕，其实这个价格对于这些小的划痕我是能接受的，毕竟钱在那摆着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有一个角的角轴不能够旋转，另外一个角能旋转，但是有一个角是不能旋转的。客服说呢，等过了年，快递上班，让我把这个给他发回去，然后他再给我发一个新的过来。当时我也有点半信半疑，感觉也就500-600块钱的东西，应该没有那么坏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订单已经确认了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收到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作为买家的我是有风险的，因为是闲鱼不是淘宝，是看不到这个评价值的，万一他不给我发过来可能也不能维权。然后等到初8还是初10啊，我就给他发过去了。然后他收到货之后，好像是他让厂家大概是等了3天，然后又给我发过来了。这个就是我说到这个还是挺满意的。第一呢，他这个外包装感觉很结实，特别是最外面那个包装箱很厚很硬，它里面正品的这个黑色的盒子，它8个角全是尖的，这个给个赞。威震天这个本体我感觉也要比年前收到那个要好很多，比如说这个手炮，在年前那版里面它是没有螺丝的，然后这是有螺丝的。我拧开以后呢，里面小螺丝的顶部，也就是小螺丝的尖的那个位置它断了，感觉这个做工也是挺够呛的。不过这个不重要，装上电池以后它的声音也要比上一个 MP36 要大很多。同样的2块电池是 LR44 的吧。整体来看，这个老威和年前收到那个老威我感觉都是正版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一样的东西，唯一不同就是一个新一个旧。但是吧，我看那个塑料的这个衬托，也就是第一次发过来那个碎的那个，因为那个衬托上它有
透明胶给它粘住，它的粘的位置和形状都非常的规整。我的判断，上一个也就是过年前的那个也是正版，可能是放了很久一个压箱底的一个 MP36。 那他过完年给我发的这个呢，我感觉是一个新的。轻点儿，本来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一个很多年情节的一个小玩具，没想到朵朵也是特别喜欢，上一个也是特别爱，天天玩。然后这个呢也是他主动要求开个箱，然后又玩了半天。好了，这个开箱就到这里。今天我觉得有点可怕，猪鼻子，两个圆眼睛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的，把这些细节全都做出来。